九雲慧呢日就出席護膚品牌活動，仲話世上冇醜女人，只有懶女人，難怪九姑娘嘅皮膚又嫩又滑，連老公陸漢陽都愛不釋手啦。另外，九姑娘虽然一直都话生 B B 计划抱顺其自然嘅态度，但系当抱住好姊妹钟嘉欣同岑丽香嘅 B B 嘅时候，就突然母爱大发。哇，好难形容啊！因为始终每一次有啲新嘅生命喺身边出现嘅时候，都会觉得特别嘅感动。Especially 你睇相嘅时候，你会觉得第一眼你会觉得好似香香，但系睇真嘅真人真嘅 B B 嘅时候，你会觉得诶，点解好似爸爸多啲嘅？同埋日日都好似变紧嘅。咁你抱住喺个怀抱里边嘅时候，又觉得好 soft 啊！同你一起呼吸嗰種感覺係好 amazing 嘅，好難去形容呢種感覺。母親節好快就到啦，九姑娘諗好咗點樣同媽咪慶祝未呢？媽咪嘅禮物其實已經準備好啦，不過而家就未必有時間可以飛翻去，因為而家喺大陸拍緊網劇，咁而家讀緊期，希望可以俾少少時間我飛翻去加拿大同媽咪慶祝。但係如果唔得嘅話都唔緊要，我細佬可以幫手攞翻 Mother's Day 嘅禮物俾佢咯。